今天一家人上山扫墓啊。不要扶住我，实在不行，来，我轮胎。又是下雨天。等一下，挖两个春笋回家吃。我跟我小叔来找一下旁边有没有那个黄芽笋的，就是比较嫩的那种笋，刚出土的那种。找到不你？这个是比南京哈。找到一个小的了。刚好一碗，啊，有一碗，到了，就到了，嗯，耶，没到，到的，刚好，刚好一碗，刚好一碗，回炖猪脚，太小了，给我玩这个。下山了，去另一个地方。每年我跟老二守尾呀，不过今天下雨天，没什么关系。弟来坐，现在扫墓回来了，现在出太阳了，难得出太阳，我们这边。给比喻玩一下，老二，看没有，你兄弟来了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看见吧？不是带婆婆啊？啊，哎，看那个小果，要叫握手吧，比比，你好，来，比握手，哎，你好，来，再来一个，来握手，比比。哎，你好，嘿嘿，来握手，皮皮，这只，哎，你好，乖皮皮他，今天天气好，带你出去玩，好吧？嗯，走，回头，走，回动啊，来，皮皮，哎，乖。别动啊，别动啊，没那劲儿了。坐着，坐着，哎，咬他，坐着，现在，老板，里面黑夜，坐，坐，坐，看到没？听我的，看到没有？快点，来，里面啊，嗯，你坐，别动啊。来，皮皮，好子。